我叫许允文，今年20岁，我在西北大学学计算机，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出生长大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有很大的自由空间，使得我成为了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人，也让我成为了一个成熟，能够坚持自己的兴趣与热情的一个人。我原来特别内向，在 Portland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出去骑自行车。我发现一边看景色一边听音乐能让我有很多新的思考和感慨。长大以后，我开始对摩托车感兴趣，在12年级的时候我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于是骑自行车看景色变成了骑摩托车看景色。我希望毕业大学以后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台湾，沿着海岸线骑摩托车。现在在大学，虽然我还爱骑摩托车跟自行车，但是我的休息时间并不充裕，这并不是个坏情况。在大学，我很高兴地发现了我其实非常喜欢跟人聊天，一起出去玩。大学使人变得很 social， 而我很喜欢我自己这样的变化。我觉得做好人特别重要，而对别人好更重要。我希望我朋友们可以跟我一样这么幸福。到了大学后，作为 CS major， 我上的课都是对工作有帮助的课。我在乎我的成绩，因此我在应该学习的时候认真学习。但是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比学习更重要。例如，我加入了一个做 solar car 社团。我觉得制造一个 solar powered car， 然后参加比赛，非常有成就感。在西北大学生活学习，我们容易感到压力和恐惧。适应大学生活并不简单，但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值得。在生活里，有很多事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和害怕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什么。但是到头来回忆过去，我发现这些经历都值得。克服恐惧和困难给我带来了成就感，也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人。一个人都是想谈恋爱的，每天我都很感谢我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。不管有没有能够分享这份感觉的人，我都会觉得很开心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能够分享我的快乐的人，我会更开心。男朋友女朋友都首先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是互相的陪伴，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出去玩。